小娃，那子弹很贵的。废话少说。有话好好说嘛。我就是个公共关系部跑外联的。还有点来头嘛。说，当初为什么加入学生会？哎，说来话长。当初在家里宅了太久了，现在想为中国学生做点事了。哼，有点意思啊。有什么收获吗？他给了我个机会。怎么给你机会？我以前没得选，只能在家里打 DOTA， 但我现在只想做个好人。感动我哥，告诉我怎么才能加入？你想清楚了没得？哥，其实我也宅了很久了。先不要着急，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吧，回味童年。